大家一起来运动，屁股夹紧，夹紧，然后这个叫做 I， 再来 Y， 手下来 W， 背部要动哦，屁股一样夹紧，一样收小腹，然后 O， 这是第一个哦，再来一个 I，W， 用背的力量 O。三个人哈，再来第四个 ，I Y W， 我们这堂课精不精彩？精彩！如果好的话，我们拍手，谢谢我们的谢教授，谢谢谢谢，非常精辟的演讲，让我们收获很多，对吗？对，这是我们的极光列车最大的收获，耶！老外加入行列了，我们开始是欣赏音乐的时候。这是他们的餐厅，这是另外一节车厢。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端。今麦您看到我，我就是坐伫迄个极光列车。我今麦要为莫斯科到莫曼斯特，我们要去追求极光。今仔日只是第二天尔，好，大家看咱的这个列车。咱今麦看到这个列车内底哈。看到这拢就是餐厅，足豪华。阮一摆来台湾人，干那阮第一团尔，其他就是拢是澳洲人。所以吼，这是可遇不可求。啊，我嘛很感谢，就说咱德国的 Hermann 给我这个机会，哈，啊来遮免费给我来客串，非常的感谢。在电视上感谢这个世界上哦，智慧车诶，经典的这个 Hermann 这个。好，我在这感谢多谢，阿妈大家拢安做一个谢多谢，所以讲吼，你唔带他看到这个风景。好，我就讲到这里哟、哦。是我没有办法把历史讲清楚，但是我会慢慢认真的念书。然后我就知道这一个，其实它是代表它每一个州。这个老虎咬着雕，这个就是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石灰，其实这个就是我懂的，我告诉你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上面这一个一个图腾，就是它每一个州的代表。所以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老虎咬雕，那个就是西伯利亚的图腾，所以在这个火车上，其实它非常有它很俄罗斯的一个风味，都离不开它俄罗斯的历史。你看它的餐车都这么漂亮，然后在火车上是非常享受的。然后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的房间无聊，我们就坐到餐车来哈。阿端啦，你嘛真享受哦。我今嘛在二楼，咱看咱这个迄、那个车厢，拢是困死的人。但是咧，咱一百年只要若是一开车，咱拢是困两个人。你看我二楼，我这是翕相用的哦。我是翕相给恁看尔，我无困觉，我是困一楼哦。这就是。但很特别的地方哈，也是很舒服。然后二楼若无困，就是放行李哈，啊一楼人困哈，这舒服哎，这车厢非常的舒服。哦，对，这一种感觉才是来到了北方。这是我们午餐，这个只是餐前菜而已。人生就是安尼念啦，啊，无是要安怎呢？老的，啊，咱人生就是安尼念。安尼念念啦。咱这世人结婚才多年，会当来到这个北极来坐极光列车吼，咱以后会看到幸福的极光。
丁生，嗨，咱太太对咱遮辛苦，咱得爱较接甲带出来佚佗嘿。对对对。嘿啊，啊，咱的人生就是安尼。安尼俩，啊，无想啊。对啊，啊，这就是上界幸福的画面，哇，两个人都笑好美哦。哦。一边山，然后外面飘着雪，好浪漫。下午开始要上课了。最高的瀑布也在这，在澳洲的俄罗斯。你说这个叫什么州？加利利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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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州是一个共和国。共和国，因为是加利利亚人，他们是不是俄罗斯人？他们是加利利亚人。这个就是。搭在火车上外面的风光哈，北极的风光，现在已经跨越北极圈了。那你的工作就没啦。OK， 我想去，我行不行？下去，我一个多星期没看到我的。所以希望他们都不要讲中文，我翻译一下，我帮我翻译。漂亮哦！哇，好美的很！现在在卡利利亚州哈，是一个联邦国，搭火车就是一个流动的画廊哈，每一站每一个地方的风景都不一样，所以我说坐游轮看的就是海。搭火车一样就是流动的酒店哈，人家说搭游轮是流动五星级的饭店，那我们搭这个极光列车搭火车一样是流动的饭店，但是我们看到的天天看到的不是海，我们每一个每一秒每一分每一时每一刻哈，我们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。